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比目咸鱼。是的，我感冒了，声音可能有点奇怪。最近天越来越冷，大家也要注意保暖呀，别像我一样。今天我们来试一个魔法，给一张平平无奇的线稿加上闪闪发亮的特效。首先你需要画一张平平无奇的线稿，然后扫描进电脑，新建图层，正片叠底，随便画一些阴影，选一个觉得最好看的。好的，我们开始施法吧。You played games, but we...